2018旅行遇见新自己，幸福克罗埃西亚之旅，可以看一下这边的风光，哇！这才是整个欧洲，东欧最漂亮，所以就属于 Stone 清澈的海水这边的部分，如果没有污染，相对会好，很漂亮啊，可以看一下。幸福克罗埃西亚，今天是第六天，旅行遇见新自己。Good job. Bye. Ciao. 早上的11点哦，2018年1月18号。